再带您来关注到苏花公路大清水隧道南口十一号深夜大坍方，今天抢通工作迈入第三天了，工作人员持续抓紧时间作业，现场目前已经排除了隧道中超过一半，大约是600立方公尺的土石，而明隧道上方的落石也开始清运。上午喷浆机具以及挂护网的挂设人员呢，都已经进驻，准备要开始对于坍方的边坡来进行加强跟稳固的作业。整体进度已经超过了50%，有望在预期的15号傍晚抢通。大型机具持续开挖，排除落石。苏花公路大清水隧道南口十一号深夜大坍方，抢通工作迈入第三天，人员抓紧时间出动3台怪手进行作业。经过前两天的连日抢通，14号上午坍方现场，大型机具持续挺进隧道中央列挤巨石，目前已排除超过一半，约600立方公尺。而明隧道上方的土石也开始开挖，清出大量土石和缓冲轮胎。初步估计，现场工程进度已经超过50%，有望在预期的15号傍晚抢通。早上还是在继续清理明隧道上方一个蓄积石块。那同时啊，我们今天早上又蜘蛛人啊，已经上去上面坡在进行布绳作业。除了怪手清运土石，喷浆机具以及防护网挂设工人也陆续进驻，准备开始进行作业，稳固坍方边坡。苏花公路中段所有人员加紧抢通，就盼年前交通黑暗期能尽早结束。记者陈基彦华联报道。